背后这边现在是马祖少棒的一个北干部分的训练的一些状况了。那现在最主要是去年因为中信的关系，就是从去年开始成军之后，现在他们陆陆续续的开始推广这个在北干，在马祖整个一个部分的一个推广，希望就是说能在马祖这部分可以把棒球一些运动风气给带起来。进来都没有声音的。不一定要到球的前面，好不好？来。二、一、二、三。刚有拍你们很成功。好的啊，好，重心转移的，一、二、三，了解吗？好，我练一下这种基本动作，顺便回忆一下，来，动作快。接球接好，预备动作做好啊。阿哥，动作快一点。来，继续。四、一、二、三。行啊。